静心乡那边有可疑人士出来，麻烦去看一下哈。到达二维报。喂，东喵收到，立即前往。接到农民报案电话，巡逻警网立即出动。哎，贝啊，你报案了？要。啊，什么代志？不是，拄啊有看到可疑人士啊。每到农作物盛产期，果园就成窃贼下手目标。害怕辛苦心血白费，屏东当地老农们选择和派出所合作，通讯软体群组就成为报案利器。利用通讯软体，村庄里头大小事，派出所第一时间都能迅速掌握。设立的目的就在跟农民之间有互通有无的效果在，发现可疑人士有在那边探路啦、观看啊、出没啊，他们都会留在这边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辖区农产、农地的那些治安状况。随拍随传第一现场，不管是路树倒塌、失窃车辆或果园遭窃，只要发现一点异状，就能够通报派出所。通讯软体高及时性，方便农民们讯息互通有无。就恁两个嘛吼，来啊，你心情那么怎？来，就刚偷槟榔的窃贼赃物还丢在路边，来不及收拾就被赶到的远景活逮，当场呈现行犯，上铐扭送派出所。警农合作打击犯罪，科技应用还能在这发挥。就我们巡逻的路线来说的话，我们知道采收期就有可能有窃嫌，会觊觎那些农产品，会比较有可能出没。靠着电子地图清楚定位辖区内有哪些农地，位在何处，连里头种的作物采收季节到了没，上头都有简单记录，方便远景一看就知道哪些是警戒区，巡逻得特别小心注意。固定下面时针来损来一了，其实那个效果达到的效果有限。按这是随时随刻，白天到晚上，只要我们有在活动范围内发现到有可疑的人事地物，我们都可以马上去举报。就是说过去我可能不知道农渔民你讲的地点在哪里，但是经过我们这些编组的一个任务训练，现在我们都运作的非常的这一个合作的非常的密切。从点线面延伸锁定特定目标区域，才能把有限资源发挥到最大。屏东县政府启动护农专案已经有一年时间，短时间内就有明显成效。最近弄个科研伫遮出力无？我收到阮内底网友甲我讲啦。所长提着礼盒来到老农的果园，可不是来送礼，里头暗藏录影设备。外头纸箱戳个小洞，就成最好的伪装工具。放在不起眼的公寮，能降低歹徒警戒心，避免遭到故意破坏。搭配最新科技应用，远景和农民互相合作，老农不用再提心吊胆，整夜睡在果园里头，怕小偷来光顾。不仅能凝聚社区情感，也成最紧密的防护网。